暴风城的人类是个光荣而坚韧的种族，尽管燃烧军团的入侵毁灭了他的兄弟王国罗德隆，但暴风城的保卫者仍然屹立不摇，抵御着一切敢于威胁他们家园的邪恶力量。暴风城位于埃尔文森林的山脚下，它是人类文明最后的堡垒。在年幼的国王安杜因·乌瑞恩的领导下，暴风城人民坚定地履行着他们对联盟应尽的义务。在盟友的全力支持下，暴风城的部队在遥远的战场上与野蛮的部落作战。当这些部队离开之后，保卫暴风城的重任就落在了他的人民肩上。你必须帮助王国抵御那些想要入侵的敌人，并找出妄想从内部分裂暴风王国的叛徒。现在是英雄辈出的时代，人类文明最伟大的篇章将由你来谱写。你好吗？待会儿见。铁卢堡的矮人一直都把时间花在从地底的深处挖掘宝藏上，他们在群山中建造了无比壮观的铁卢堡，足迹很少迈出白雪皑皑的丹莫洛山脉。但是最近矮人发掘出了一系列远古遗迹，这些遗迹中隐藏着有关他们祖先的秘密。为了找出他们种族的真正起源，伟大的铁卢堡国王麦格尼同须命令矮人们全面投入考古工作。作为联盟的成员之一，矮人军队奉命到远方去和凶残的部落军队交战。在这艰难的时代，保卫铁卢堡王国的任务就落到了像你这样的勇士身上。古代国王的灵魂在注视着你，群山就是你力量的泉源，你同胞的命运就掌握在你的手中。你好啊，待会儿见。一万年来，永生的夜精灵在层谷中建立了一个信奉德鲁伊教义的社会。燃烧军团的入侵扰乱了这个原本与世无争的文明。在大德鲁伊玛法里恩怒风和女祭司泰兰达雨风的带领下，夜精灵勇敢地面对强大的恶魔，并最终获得了胜利。但是夜精灵也不得不牺牲他们永生的力量，并看着他们挚爱的森林被烧毁。为了重新找回永生的力量，德鲁伊们决定栽种一棵新的世界之树，将他们的灵魂与永恒的世界联系在一起。虽然玛法里恩警告他们，大自然是不会祝福这样自私的行为的，但是德鲁伊们还是在卡林多大陆北岸的暴风海滩附近种下了这棵树泰达希尔。在这棵巨大的世界之树下，伟大的夜精灵城市达纳苏斯诞生了。然而由于这棵树没有受到自然的祝福，因此渐渐陷入了燃烧军团所带来的堕落和腐蚀之中。作为世界上尚存不多的夜精灵之一，你必须保卫达纳苏斯，并为让他摆脱燃烧军团的腐蚀而努力。伊什诺阿拉，愿星辰指引你的道路。古灵精怪的地精是世界上最有特色的种族之一，他们对于新科技的痴迷以及对发明新工具的执着都让人觉得地精们居然至今还没有灭绝，这简直是个奇迹。
地精们一直都在利用他们的智慧来发明制造各种天才的武器，帮助联盟对抗部落。在高科技城市诺姆瑞根中，地精和他们的矮人兄弟共享着丹莫洛的资源。然而最近，一股野蛮的力量从地底觉醒，并大举入侵了诺姆瑞根。在矮人盟友的帮助下，地精为了拯救自己的城市而英勇作战，但是诺姆瑞根最终还是沦陷了。幸存的地精逃到了铁炉堡中，开始筹备反攻的计划。作为一名地精，你必须面对挑战，并带领你的同胞走向一个光明的未来。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多加小心。